一切有菩提萨埵婆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三十三天？佛告一切有菩提萨埵言：释迦提婆之所住处是三十三天。一切有彼三十三天作如是语：若有众生口行善语者，彼人功德不可数之；若有众生行口恶者，彼堕地狱恶鬼畜生不可数之。众生堕于地狱畜生恶鬼受大苦恼，使彼众生无救护者，于三恶趣毒受巨苦。口行恶者是恶之始，口行善者是善之始。若见善之始，则见如来；若见如来，则灭。一切不善之法，一切有如护世天为阎浮提波而作利益。一切有此经亦如是，于阎浮提波而作佛事。若不闻此法门者，不能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能转法轮，不能击法鼓，不能坐于狮子法座，不能入于涅槃之界，不能成就无边光明。如是如是，一切有不闻如是法门，不能坐于菩提树下，时一切有菩提萨埵摩诃萨埵婆佛言：世尊，我有少疑欲问世尊。佛告一切有：随汝所问，当断汝疑。一切有佛佛言：世尊，尔时仙人度彼忤逆人，令住不退地者，是何人也？佛告一切有菩提萨埵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如来所说微细难知，此僧伽吒法门是仙人相，如此法门能示佛身，如恒河中处处见沙，此法异耳，自作是现为人说法，为佛如来量与佛等，此法如是与佛平等，有此法处常有诸佛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有菩提萨埵：善男子，我念往昔九十九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号曰宝上，如是次第有十二亿佛，皆号宝上。我于尔时名曰净月，行大布施，时十二亿如来我悉供养，以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、香花、灯明，一切乐具，悉以供养。彼诸如来不为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我念往昔有十八亿如来出世于世，皆号宝明。我于尔时名曰龙正，行大布施，以香花璎珞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我念往昔有二十亿佛出现于世，皆号是弃如来应供正遍之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以诸乐具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我念往昔有二十亿诸佛出现于世，皆号迦摄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
以诸香华幡盖衣服一切乐智，供养彼佛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用我念往昔有十六亿诸佛如来出现于世，皆号净光，我于尔时作大长者。至行大布施，舍一切物，彼十六亿诸佛如来我悉供养，以香花幡盖衣服卧具饮食汤药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我念往昔九十五亿诸佛如来出现于世，皆号释迦牟尼因正遍知，我于尔时作大国王如法智士，彼九十五亿释迦如来我悉供养，以香花幡盖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一切乐具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我念往昔有九亿佛出现于世，皆号迦罗迦鸠春陀如来因共正遍知，我于尔时作婆罗门子，具复无量行一切施，以诸香花幡盖衣服卧具饮食一切乐具，供养诸佛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我念往昔有十八亿如来出现于世，皆号迦罗迦牟尼如来因共正遍知，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彼诸如来我悉供养，以香花幡盖衣服卧具饮食汤药一切乐具供养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佛，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十三亿诸佛如来出现于世，皆号光明德如来应证遍知，我悉供养，以诸花香幡盖衣服卧具饮食一切乐具供养尊重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勇我念往昔二十五亿诸佛如来出现于世，皆号福山如来应正遍知，我于尔时出家作沙门横，如法供养，以诸香花璎珞幡盖衣服卧具饮食一切乐具尊重赞叹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有我念往昔有十二亿诸佛如来出现于世，皆号毗婆施如来应正遍知，彼诸如来我悉供养，以花香幡盖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一切乐具悉以供养，我时出家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最后毗婆施如来说此法门，阎浮提众生闻已，于虚空中寄予七宝。尔时阎浮提众生悉无贫穷，我于尔时亦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但闻空身而告我言：汝不久当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菩提萨埵薄佛言：世尊，今于几时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埵言：谛听，善男子，
过92亿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浩然登如来印证便知。我于尔时作摩那婆子，名曰弥伽，于然登佛所，作摩那婆，修清净恨。我见彼佛以七金青莲花供养燃灯如来，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尔时燃灯如来即受我记。摩那婆未来过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是迦牟尼。如来印证便知，一切有我于尔时闻受记生，永生虚空高12多罗，住虚空中得无生法忍，无量阿僧祇劫所修净恨，于6波罗蜜相应，一切善根悉皆现前，如是掌中安摩罗果。一切有我于尔时令无量百千亿众生住于善法，一切有况今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利益众生。我观众生以何应度，随其方便为其说法，若为诸天现作天身而为说法，若在笼中是作笼身而为说法，于夜叉中是夜叉身而为说法，于恶鬼中作恶鬼身而为说法，若为人道是作人身而为说法，因以佛身而受化者是作佛身而为说法，因以菩提萨埵身而受化者是菩提萨埵身为之说法。我观众生以何应度，如是如是为众生现随意说法。一切有我为众生演说诸法有多方便，何以故？一切有具足善根众生得闻此法，一切善根悉得增长，谦者不失，无福德者修行福德，智力利他修行念死。彼闻法故作此善根，彼听法故过去善根亦得真名，彼得长夜利益安乐一切天人。一切有如是法门一经于耳，得生无量功德。一切有尔时众生各相畏言，更有于善法修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善众生言，有法布施修行，口说善语，如是等法得善果，报之无上道。愚痴之人作如是言，无法无思，无善恶果，无口善报，彼愚痴人得大罪报，辗转堕于恶道之中，于8大劫堕于地狱受大苦报，16劫中堕阿修罗，9000劫中生堕鬼神，12劫堕恶鬼中受恶鬼苦，14000劫生处阴雅，16000劫母胎生堕，12000劫生作肉团，11000劫生畜生盲。彼诸父母作如是言，我所生子须受勤苦9月护胎，饥渴寒热诸苦俱受，而不得子报恩之力。一切有如是如是谤法众生堕于地狱畜生恶鬼，临命终时为忧恼见色之而去。一切有
口善语者作鲁士言，有法有施，有善恶业果报，彼人已是善根因缘。二十五劫生育单月，二十五劫生三十三天，受诸天乐。从天命中生育单月，步入母胎目见百千世界，悉宁安乐，见一切国土诸佛，不以本处成三菩提。一切有如此法门，有大神力，能发清净信心，不生边地至清净界。一切有复有众生作如是言，如来昼夜度诸众生，而众生界犹不尽也。无量众生愿于菩提，无量众生生于天上，无量众生入波涅盘，何因缘故而不尽也？使诸外道婆罗门等作如是语：我当问难沙门瞿昙如是之意。尔时有九十四亿诸外道婆罗门等来一王舍城，尔时世尊悉然微笑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埵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向佛合掌，薄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微笑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时。愿世尊说何故现笑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埵：善男子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弥地利，今日王舍城必有大众忌讳。弥地利菩提萨埵薄佛言：世尊，何众忌讳？为天龙夜叉若人非人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埵：善男子，此诸天龙夜叉等悉来集会，复有八万四千诸婆罗门，九千亿诸尼见子，来欲谈论。我悉降伏诸婆罗门，为其说法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九千亿尼前陀皆得须弥多婆帝，万八千亿龙王悉来集会，闻我说法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六万亿净居天子亦来集会，复有三万亿恶魔及其眷属亦来集会，有万二千阿修罗王悉来集会，五百大王及诸眷属悉来集会，听我说法。既闻法已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埵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寂寞不现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埵摩诃萨埵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向佛合掌，薄佛言：世尊，彼五百国王名字何等？佛告一切勇：谛听，善男子，一名欢喜王，二名善欢喜王，三名优波难陀王，四名圣勇王，五名梵将军王，六名梵想王，七名善见王，八名善欢喜王，九名欢喜将军王，十名欢喜正王，十一名频婆娑罗王，十二名波斯那王，十三名真长王，如是等有五百大王，一一大王有千亿眷属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唯除真长王，从于东方有三万亿菩提萨埵俱来集会。
从于南方有五百亿菩提萨埵智来集会，从于西方有六万亿菩提萨埵智来集会，从于北方有八万亿菩提萨埵智来集会，从于下方有九万亿菩提萨埵智来集会，从于上方有百千亿菩提萨埵来集会。彼诸佛菩提萨埵悉住十地，一切皆依王舍大乘自如来所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